有欧阳震华、滕丽明、胡枫和罗兰等主演的新剧《一屋老友记》播出以来一直好评如潮，而且剧集紧贴香港星斗市民，令到一班剧迷相当有共鸣。剧集还录得最高收视30点，收看人数更加超过194万，是本年度最快取得30点的二线剧集，认真厉害。Bobby 为了履行和收哥的30点之约，这日在续节会上他即场孭起收哥，而阿腾亦都搏晒命地孭起罗兰姐，场面非常搞笑。无论戏里戏外，这对兄妹都是大家的开心果啊！咁好反应啦，你哋始料不及啦，你哋两兄妹系我哋嘅宝嚟。冇再提两兄妹呢样嘢。我希望下一套会同阿腾会做到一 pair， 趁佢而家旺。多谢。旺季。使唔使嘴噶？如果做一 pair？ 嘴我同佢都有经验噶啦，不过佢又唔系嘴我，我唔系嘴佢啫。咁嘴嘅嘢，嗱讲真，嘴咧我就真系好抗拒嘅。因为咧嘴得真系冇乜见过。嘴得其实咧，之前好多套剧咧，即系我讲紧10年8年前，套剧咧。都寫我同啲女主角激吻嘅，但係咧套到我啊錫下面錫下額頭算數，因為我個輪廓唔好啊，即係你話一對口面一拍埋，捽落去我係扁曬嘅，咁有乜好睇咧？係嘛？即係唔係嗰陣日試過有陳秀文同你嘴噶？嗰陣時我都好擔心有生命危險㗎。點解？因為最擔心咧，因為阿秀文咧就食素㗎嘛。係啊。咁我就即係我無肉不歡，唔係我驚過咗啲肉氣俾佢。劇集口碑咁好，破30点应该冇难度啦，所以有人提议一班主角下次要着泳衣出场，答谢观众支持。估唔到 Bobby 呢一次又想向收哥同罗兰姐挑机啊！头先我都讲过噶，我亦都同阿腾提过噶，其实真系成日讲话斋着游泳衣，我哋啲八嚿腹肌着嚟系冇睇头啊！你话如果收哥同罗兰姐肯着翻泳衣？如果羅蘭姐肯穿泳衣 show 一 show， 即係羅蘭姐嗰啲泳衣梗係唔係比基尼啦，即係佢以前粵語長片嗰啲泳衣一件頭平腳咁嗰啲咧，仲大過我條波褲嗰啲咧，咁我就一定攞翻一號皇庭咧。我同阿蓋明輝有一場咪人工呼吸，我特登走去買咗件全新嘅泳衣。係啊，我記得格仔嘅，阿大二個衰仔見到我，喂，今日游水喎，唔係舉重喎咁。我就攞翻咗嚟，鎮念之寶係攞出嚟，直頭真全家之寶啊！我拍咗我自己買一件泳衣，好貴噶。咁啊因為冇嗰啲泳衣出嘅嘛，已經字頭啊，以我所知係應該。咁啊，著完嗰場嘅，我一直都收埋咗。我搬個屋我都攬翻嚟，呢個真係有紀念價值。睇下幾時再可以重現江湖。不過收哥就話泳衣呢家嘢咧就唔多啱佢。呢、這個重任都係留翻俾啲後生仔啦。嗱，老實講啊，誒著泳衣嗰啲咧，留翻啲後生噶啦，係啊，我哋啲唔得啊，唔係唔得，雖然係蝕啊，但係咧都係留俾啲後生噶啦嚇。冇錯冇錯，阿天樂咧 OK 㗎係嘛？游泳衣游泳衣 OK， 唔係我 OK， 係游泳衣好 OK， 啲泳衣好靚㗎。咁啊，不過咧後生嗰陣可以著，而家咧。可以穿不過在屋企穿係啦係啦。如果出去咧見人嘅咧，就留翻啲後生女噶嘛，係咪？係咪？咁如果收視再好，你哋三個有咩貢獻咁啊？有貢獻有貢獻，我提議開 part two 續集，係啊，呢個係我嘅貢獻嚟嘅。OK， 劉老師咧，我睇下收過頭噶啦。講起班後生，點可以唔提戲中飾演 Bobby 細佬嘅新人張彥博呢？一班觀眾除咗讚佢演技自然，仲話佢同台灣歌手羅志祥有幾分相似，憑住呢套劇成功入屋。聽講咧，人又靚仔，靚仔又小鮮肉，又夠大隻。嗱，我就係咁樣嘅，隻對眼又大，係咧好好嘅。我每一次有啲咩缺點嘅時候，佢都特別幫我放大佢。咩話？唔係，好正咩？好正嘅。因為佢咧就同我哋講初初加入呢個劇組嗰陣時咧，其實佢都驚嘅，但係越拍就越即係OK 啦。其實唔係㗎，我而家都驚緊。你睇唔睇到佢即係穩陣地進步？佢好有進步喎，我覺得其實我又未有嗰、那個資格去批評佢好唔好啦。咁但係我見到佢係一次比一次快轉數咯。而劇中另一對鬥嘴冤家韋家雄同李曼芬嘅表現亦都非常搶鏡，一班網友都大讚佢哋互動好有火花。啲觀眾咧好中意咧我鬧你啊，係咩？係啊。佢射我另一面，你哋睇唔到啫。呢套劇我哋好多火花啦，係啊，我同你啦，同埋歐陽震華嘅對嘴。